在节目未开始前，记得点下订阅和开启铃铛通知，当本频道发新视频就会收到通知了。感谢大家。本频道节目含有大量民俗文化和宗教色彩，不信者可以当作纪录片来观看啊，如果再不喜欢者，请你们绕道谢谢。Thank you.
谢谢大家观赏，记得订阅按赞此频道，祝各界顺风顺水。